所有在 Only Lady 的朋友们，你们好，我是神灯飞 Andy。其实 Lacoste 他一直是在休闲还有在运动上面呢，都有一个他自己一个特别的风格。那我觉得这一次我也希望说在身上可以看到，不管是我们在2016年的春夏季可以看到一些新的不一样的款式，或者是新的不一样的，对于男生来讲的话是一些新的一些触及还有一些感官。我觉得纽约时装周它是一个很特别一个，因为我觉得纽约市它就是一个很特别一个地方。那尤其是我们这一次时装周刚好也碰到了911。那昨天呢，其实我们在看到 Givenchy 那个秀的时候，它也是一个所谓的 Celebration of Love。所以它在整个秀场的旁边，你也看到，那时候的双子星大厦的那两道光束往上面这样冲。所以我觉得其实在纽约你可以看到的东西会更加的具有所谓的纽约客的一个感觉。那里面除了摩登之外呢，你更可以感觉得到其实这个城市它是融为一体的。那我觉得像这样子一个城市，不管是 Givenchy 来自于法国的品牌来到纽约来办这个秀，或者是我们看到很多其他在美国的一些品牌，你都会觉得有一个大熔炉的感觉，能够把它们融在一起。我今天的造型，因为我现在身上所穿的这件衣服呢，刚好是 Lacoste 它在今年最新的一件，算是一个 sweatshirt。这件衣服呢，因为它是一个蓝白相间的，然后在上面还有一个网的格的一个感觉在上面，所以我就搭配了一个很深色的牛仔裤以及白色的板鞋。那希望说这样子的感觉能够更加的活泼，而且更加的具有鲜艳的感觉，具有 Lacoste 的精神。